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跟老师练习口语翻译 SSK 三级水平。chào mừng tất cả các em đã cùng đến với cô để luyện tập phần luyện dịch khẩu ngữ trình độ HSK 3 nhé. Và bây giờ chúng ta sẽ cùng bắt đầu luôn vào bài luyện tập ngày hôm nay. Xin bắt đầu. 1. 很多年轻人说不知道怎么找工作，总觉得自己的工作不好。有的人都工作了好几年了，钱也不少了，但是还不知道喜欢做什么。我觉得找工作的时候兴趣第一，怎么能把钱放在第一呢？请。二，你要明白，想让每个人都喜欢你是几乎不可能的，所以做事情不要害怕别人不喜欢，最重要的是你觉得满意就可以了，请。三，跟哥哥一样，我也觉得对我影响最大的人是妈妈。从我们学说话、学走路的时候开始，妈妈每天都跟我们在一起。最重要的是，她告诉我们怎么样做人，做一个好人。请。四，听到你中文说得真好，你真漂亮时，外国人总是说谢谢。中国人跟外国人不一样，我们说哪里哪里，这不是在问在哪的意思，这是客气，请。五，学汉语时要多听多说，有人害怕说错，所以不爱说。其实越害怕越不想说，越不想说越说不好，说错了没关系，这次错了，下次一定不会再错，请。再见。